爱健康的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湖北省鄂州市人，今年59岁了，我叫蔡提仙。因胃癌，2013年7月做手术，胃切除了85%，同时胆结石又把胆全部切除了。这是我的手术后的报告单，随后又做了5个月的化疗和1个月的放疗，长达半年的时间，我的身体全部都垮了。2020年5月，通过胡汉波教授的介绍，吃爱健康公司 NMN 这个产品。6月5日开始吃，到8月之后，我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和改善，体重由原来70多斤，现在增到90多斤了。特别是我的便秘，原来5、6天才解一次，每解一次心慌。现在也非常正常了，一天一次，心也不慌了。原来我的尿频、尿急、尿痛也没有犯，今年小便的次数也正常了，颜色由原来的深黄色变得淡茶色，同时我的睡眠也改善了，原来的睡不着，12点也睡不着，到现在晚上10点多钟就想睡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梦也少多了，早上起来头也不昏，眼也不花，心也不慌了。还有特别明显的是，我的黑眼圈也没了，脸上的斑点也明显少了许多。颜色和正常人一样，特别是我的嘴型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原来是苍白的，现在颜色都很红晕，这是我正现在一点口红都没有打，很正常的。原来都发乌，现在非常非常的红晕了。我的精神面貌比原来好多了，我非常感谢爱健康公司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产品，使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谢谢大家。